脸书社团爆料公社日前举办一场高雄市长模拟投票，韩国瑜以高达86%的网络支持度惨跌对手陈其迈，民进党高雄立委刘世芳赶紧护航。爆料公社也是说，市长的选举某某人的支持度是86%，那大概连这个死人或是重病要装叶克膜的都出来投票。即便爆料公社再三强调，模拟投票不具民调价值，仅代表网络声量，绿委刘世芳仍然强烈质疑，甚至认为是重病、死人和装叶克膜的人出来投票。但这话听在高雄选民耳里，实在有些刺耳。不恰当，这个有一定有民意的基础，一定是有相当的基础在啦。那有些人可能认为说，就是想要换人看看嘛。他这样讲，我就应该道歉。记者询问爆料公社，小编表示自己也看不出有哪些重病、死人和装叶克膜的社员出来投票，不懂刘世芳为何如此质疑。在民进党看来，只要对绿色不利就是假消息，但刘世芳对高雄选民的批评恐怕只会激起反效果。记者萧真、光君台北报道。